到秋冬，简约时尚的毛呢一定会很受欢迎。今天就跟艾米学习一款气质毛呢甲吧。先准备要使用的工具。和白色彩绘胶会合成灰色，并用小笔在虚线图案上画出一样的横向和纵向的短线，交织成毛呢图案。复杂的毛呢图案，关键要分好层次进行绘制哦。喜欢的话就快跟艾米学起来吧，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